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美惠。我是Tiger。 耶、yeah, 那我们今天又来吃开心豆。耶、yeah. 阿里嘎是怎么念？阿里嘎困难了，困难的我老婆就可能也不会念。この景色こう見ながらさ、ご飯食べれるっていいね。Guess it's time I wake up. This is 7 years old. We've been 7 years cold, and now it's time for summer.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美惠。我是 Tiger。 耶、yeah, 那我们今天又来吃开心豆。耶、yeah. 那这家开心豆在我家开车只要15分钟就到了。那它是一个水产公司佐藤水产直营的一间餐厅哦，所以呢味美价廉。你要说什么吗？开心对开心台子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进去用我的镜头吃给大家看吧。 Let's go。 然后这边是佐藤水产公司直营的，所以它的这个选项哦，餐点非常的多，眼花缭乱，目不暇及啊。今天要吃什么呢？英文考几点？考几点？来，你今天要吃什么？你爱食？今天吃海鲜，你给我吃什么爱食？第二个。可爱。你今天要吃什么？優柔不断な私。これ。これ。とこれ。アリガ。这怎么念？アリガ。これなんて言う？我老婆这个人也不会念。これ安いけどね。あ、安くないか、1720円だった。通常我老婆就会犹豫不决，然后通常我就会两种，基本都是这样。多分これとこれにどっちかにしようかな。他就会选两个，然后再叫我选。明明就是要吃，叫我选。優柔不断なのいつも。こ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的。谢谢的意思啊。どれどれありがとう。これ数量限定まだあるっていうので、私今日これにしようかな。これ5段でお刺身天ぷら焼き。是你汉字程度差，还是真的日本人一般都练不出来？サラダ茶碗蒸し。優柔不断な私にはこれがいいと思う。ありがとう。嗯，ありがとう。你在干嘛？在看鱼啊。然后这里的餐点非常的多哦，那也有这个，现在北海道刚好在秋龟哦，1200块日币耶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寿司，那我今天出来拍一片啊，那我们就点最贵，我点这一个伊西卡里，那这边就是十手，这边就是十手，2800块日币，数量限定哦，点个最贵来试看看。我老婆点这一个阿里嘎多。哦，蛮多的，1000多的，然后有这些北极贝的沙西米啊，单点的都有。将1345，5单。将沙西米。沙西米是不是这个最准的哟？本当？これ、これはわらびもち。もち。天ぷら。将。大你就是日本人。拜拜。
ぱい。すごーい。じゃーん。なんか豊富は。なんか量が少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たんだけど、思ってた以上に。食べよ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又在哭了，又在哭了。吃个饭都不得安宁啊。连滚，舞动，おいしい。看这个小朋友吃东西好吃，小朋友绝对不会骗人，看到没有？喝价本，喝价本，喝价。来，这是我点的哦，然后无动呢被小朋友拿走了，应该是蛮好吃的，他吃成这样。来，这个是寿司哦，有什么种类呢？让我们这个伪日本人。イクラ。イクラ。粒。大トロ。カニ。カニ。ボタンエビ、ホッキ、ホタテ、イカ、マグロ、シャケ、サーモン。看起来品质不错哦，我们吃看看哦。然后还有一个甜不辣。啊，今天天气奈奈君。哦，哎。啊，また来た。哦。哦，また来た。ここ石狩川だよね。这个天气今天非常的棒哦，然后这个石手川里面有一个人在玩那个滑水嘛，也是一个女生哦，超帅气的，我还好想玩哦，好像还会在水里面 switch。哇，またアイス来た。这边的葡萄冰淇淋我也非常的推荐哦。うまいでしょ。ママも食べた。台湾で食べてね。何何何何？ご飯食べてから。ご飯食べてから。レイクご飯食べたの？ロリン食べてよ。あ食べた。不给妈妈吃了。いや何から食べよう。天ぷら。うん。好吃吗？好吃。レオくんがいるからさ、ちょっと食べづらいかな。泣いちゃったまた。好吃。好吃。老公，老公，那你这个，但是呢，これ食べてみて。嗨。好活的。里面有这个蟹肉。豆。不知道，这是我吃过太多等级太高的海鲜了。我今天觉得吃起来没那么鲜甜了。でもさ、この景色こう見ながらさ。ご飯食べれるっていいね。家から10分ぐらいにこんなね景色いいところがあるなんて。じゃーん。来，他的乌冬。ここのうどん美味しい。嗯。那个乌冬蛮好吃的，汤汤很好喝。嗯。大干贝哦，真的很大，这个干贝很大。我真的觉得今天这盘寿司没有我想象中好吃。不过第一次来，我点了一些乌冬，然后还有一个天妇罗饭都非常好吃。那我今天点这个寿司，差强人意啊！那我先讲中文，没有听得懂。开心，这边的景色真的非常棒哦，然后那个冰淇淋哦，非常的好吃。我等一下点个葡萄冰淇淋来吃好了。今天这个餐点我就不点评了。嗯，刺身，このマグロ美味しいよ。嗯。嗯。大きい。我也想吃了，我这一盘真的还好哎。嗯。
好吃吗？嗯。我、哦、今天是点错了、哦。慢慢的吧，我吸。耶、yeah, ！然后我很推荐这边的冰淇淋，葡萄冰淇淋哦。嗯，我要吃。你刚刚吃完一个的哎。嗯，这边的冰淇淋，然后个冰很绵密，然后淋上这个葡萄啊，它这个葡萄吃起来蛮天然的，哇，吃起来蛮没有负担。我很推荐这边的冰淇淋，蛮好吃的。看我小孩。让你一个人吃掉一个葡萄圣代了，喝价吧，喝价吧，喝价吧，喝价。啊，吃饱啦！嗯、啊，美味しかった。1階にお土産屋さんあるから、見に。又要去 shopping 了。見に行こう。Go。然后这边是卖店的、哦，非常的大，然后都卖这个佐藤水产的。水产品哦，那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哦，ウニオコだ。すごい。解凍せず袋のまま1分40秒加熱して電池でそのまま食べれる。980円。じゃん。カニオコだ。これも中にご飯が入ってカニ。七百五十块日币、嗯，我觉得有点小贵。ホタテ。哦，凡立贝的这个蒸饭。嗯，啊，そっか。也是七百五十块日币。こっちカニ味噌。这也750块日币。啊，そっか。さっきのおこわ、ごめん、下にご飯がある。哦，上面是ウニ，然后下面有饭呢、啊。对对。哦，おこわだ。ご飯、あれ、私、日本人ね、に本当に日本人。ようこそ、ありがとう、展望台。あ、ありがとう。そっか。就刚刚你吃那个那个塔塔塔的这个海鲜冻。嗯。Yeah. 妈妈娃。妈妈要打。嗯。最近跟爸爸比较好啊。嗯。这边是展望台上面的景色哦，今天天气很棒，超美的。然后石手这边蛮多风力发电的，那今天风不大，都没有在动。OK， 然后正前方哦，就是札幌市哦。然后就是餐厅外面就长这样子哦，景色非常的棒。天哥，来，你在干嘛？来，要不要跳舞 ？Dancing。然后这个是鲑鱼，穿过这个鲑鱼头，这边是。我上网查叫旧石手川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个旧。近くにあるシカリ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ご飯食べに来ました。気温もだいぶ涼しくなってもう秋って感じです。あと1ヶ月半かな、来たら雪も降るし、また雪は雪で伝えられたらと思います。じゃあまた見てね。我是北海道女婿、我们下个影片见哦。バイバイ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嘞，蓮君，最近跟爸爸比较好。蓮君，こっち見て。蓮君，啊嘞，蓮君，不要。啊嘞，また爸爸。那爸爸 kiss。爸爸 kiss。哇。最近跟爸爸比较好。あれ？知道呀。行くの？